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虎符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》，这是我们1704集的节目。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铁工厂推出的赤龙。赤龙的话，最近到 G1 里头的消防车 Inferno。那赤龙这个龙字的话呢，如果你在中文里头，它是一个就是雨滴啊、下雨的一个样子啊。但是如果放在日文里头呢，龙呢是瀑布啊。那么不管怎么样，都跟水有关系啊。赤龙虽然也是 Samurai Series 武士系列，但是它的风格呢，却没有像先前给大家分享过的铁皮啊、救护车啊那么样的一个日系化。它只能说是在 G1 的造型上呢，加了一些些的要素而已了啊。但不管怎么样呢，我倒觉得这一次的消防车做得非常非常的均衡哦，在造型、变形、车型、人形上面的话呢，都取得了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表现。我们先看一下啊，它附带了一把武器，这个武器的话呢。啊，其实后面的这个东西，二者只要装一份就可以了。比如说，它是把它的云梯这个部分呢拆下来变成武器，但是因为呢，我觉得同时装上去好像也不赖了啊。那它这个武器的话呢，可以握持在手上。那我要提一下，这一次附带的呢有一个这个剑指的这个手，但是这个剑指这个手的话呢，我来握这个武器基本上是派不上用场，因为特殊角度的关系啊。其实它的造型能够握的部分呢很短。那它这个武器跟小臂形成不少的干涉了，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。这武器的话呢，你要怎么去握的话，各位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。这个有一点像，就日本古时候那种就是那种救火队吧，好像会拿一个这个一根长杆，上面有这个白色的布条，这样子晃，这样晃。大概看一下它的细节吧，刚刚已经有提过啊，尽管是号称武士系列，但是它的一个 G1 的强烈的感觉的话，还是抹不掉的。它有一个裙甲，但裙甲的话呢，并不是在这个腰上，而是在这个胸侧胸的部分，它的可动幅度挺大的啊，前面的裙甲也很大，但是前面这个裙甲的话呢，你不掀起来的话呢，会严重影响到它的一个可动。那它全身上下呢，你能想象能动的位置，差不多也都能够都动啊，头是一个球冠，手臂360度的转动。二头肌啊，然后手肘的话呢，因为是一个双动关节，如果你调整的好的话呢，是可以弯超过于90度的啊。那拳头因为可以替换，自然也就可以转了啊。脚的侧踢这个关节的话倒是不用担心啊。各位还记不记得啊？大概在更早五六年，甚至3、4年前吧啊，铁工厂的玩具呢，通常都被人抱怨说他们的关节都太过于紧实。但是这几年来的话呢，这个通病的话呢，已经逐渐的去改善到了啊。那它的一个肩甲的部分，按照合会吧，它这个两片是应该是要弄上来的。当然看你个人的偏好，头可以低头啊，面雕也是做得相当的好看。背后给各位看一下，这个也有一个往前面低下去的一个关节。后裙甲啊，就是一片很大的一个，这是车子的一个 bumper 比较大，但是呢藏在后面，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啊。那这个消防的管子呢，直接变成了一个肩甲的部分放在侧边。它还是有做一些像是武士的一个这个肩甲的感觉，尤其是这边这个散原本应该是散热片的部分吧，在这里变得像是板甲的造型，在造型的拿捏上啊，我觉得还是相当有一套的啊。好吧，那我们就来进行它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。它的一个变形过程的话，首先的话呢，先把这个侧边这个部分给转耳朵啊，这也是它的一个标志的特征，转到这个方向。另外一侧的话呢，会稍微有一点干涉，因为它侧边。啊，多了一片的这个水管，那扭一下，稍微扭一下啊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我们头的话呢摆正，然后从后面抽出去，这里有一个花草，看到吗？这个花草把它推出去啊，然后整个的话呢都先拉到后方去，头部呢反转180度，这个部分呢往前面盖过来啊，把头给藏起来。再来的话呢，我们把手臂平举一下啊，这个。手的话可以先变这里，把手臂翻转过来之后打平，这个地方扣进去，它有一个组合卡扣。啊，手部可以先翻转过来之后，这里侧边这里有个卡扣，先把它给扣上。再来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裙甲给你掀开一下，我们把腰部翻转180度，然后呢，把这个整个身体的部分往后面推过去。轮胎的话呢，稍微的去侧边躲一下，推过来这边再躲一下。我记得应该是有一个角度啦，可以完美的把它躲过去，但是我一下子找不到那个角度，没关系，我们就。啊，你不动，那就我来动我的腰吧。然后的话呢，把这个地方转到这里之后啊，我们把这一块屁帘这个部分往前面拉出来，整个拉出来，然后跟前方这里做一个结合。这是整个一个变形的时候呢最重要的一个卡扣。这里扣上去之后啊，大概整个变形就差不多。
然后你看到这里有一个多重关节，就顺势把它压进去就可以了。两腿的话可以做一个合并，因为两腿直接合并就可以，它完全不影响它其他的变形。好的，我们就开始进行它最后的一个组合了啊。接下来的话呢，把这个裙甲的部分呢先往下面放一下，我们把胳膊的话呢利用这里这个双动关节推到后方去就可以了，所以这个整个推进去就行了。推进去之后呢，这个部件呢推到这里，把它塞到这个缝隙啊，你可以稍微调节一下这里的双动关节，就可以轻松的把它给扣进去了啊。然后的话呢，我们注意一点，就是说它的这个云梯这个部分呢，它放进来之后，你看到没有，这里有一个红色的凸，这个黑色部分你只要在红色的凸的下方就可以把它给抵住而已，不能算扣住，根本没有扣啊，它只是把它抵住而已，这里把它给推进来。 OK， 你看到这个红色的部件抵在黑色的部件上面就可以了，然后前方的这个挡风玻璃扣过来。 OK， 到这里已经变形的差不多了啊，我们再把这个部件往上面跳上来之后，两侧有两个洞扣手臂这里，利用这个双动关节过来把它给扣上，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，变形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而且很直觉啊，我蛮喜欢这一次的这个变形的啊。那你看到这个中间这个部分，它就直接被卡在这两个红色的凸点下面了，这个部件往前放下来就可以，你可以把它拉长，那你也可以把这个武器的那个武器那部分把它换上来，但是换上武器那一份的话呢，它就没有伸缩的这个功能了，所以比较可惜。这地方轮胎往前推到底，这里扣进去 OK 了啊。到这边这个背后这里脚掌，因为它没有一个可以固定的锁扣，我们平移一下把它扣起来就行了。最后的这个喷水管的话，就看你个人的偏好，你想往哪里摆。那如果你不想妨碍它转动的话，就OK， 大概也能转这么多好，往前面推到底。好了，那这一款这个铁工厂的赤龙，也就是消防车的变形呢，也就 OK 了啊。那这个武器的话呢，我们也就稍微做个简单的，这个也不用什么示范小变，就这样的 OK。你要这样子把它换上去也可以啊，但是我已经提过了，它没有伸长的功能啊，所以在这个我们就专心的把它当成武器就可以了，那都放到一旁去了。那它的一个车形态呢，最大的破绽就是上方这里啊，但是因为平常有这个云梯，所以会把它给挡起来。我们来看一下它本身的涂装，有一点点的烟熏啊，然后哑光的红色塑胶车头，侧头灯侧边有一些小点缀涂装啊，这个 bumper 的话是铁灰色的塑胶，看上去质感还可以。然后这个挡风玻璃上面的这个雨刷也是有的，那这个反光光泽看起来还不错啊。这个如果你觉得嫌碍眼，就把它缩短一点吧。你的稍微有点烂尾的一个造型啊，我觉得吧，就各方面的表现来说，都是一款非常均衡的作品。特别是这个车型啊，放在桌上其实是一个很扎实的玩具啊，这样子推车也是挺爽的啊。那相当不赖的一款作品，也是铁工厂的武士系列里头呢，我个人觉得吧，是属于 G1 风格最强的一款了啊。这么说，也就是说它的武士风格没那么明显了啊。那今天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